或者死了死了死了好几年，就在这边，有一次站到那个七十多公尺那一块，不便宜的。那时候那个最便宜衣服大概十万都很小的。中风抢了吧？我好像啊，我找个靓仔啊，中风啊，用咗三个钟啊，滑动。国内你看这个，喂，净净市场，中风，哇，净系滑到三手咁，冇似中风啊，冇咧。邓家双，新剧，有没谁的？我看看，李经理直接要我头像再剪吗？对对对，啊、哦，请您介绍一下这幅作品啊。好的，嗯，很高兴啊，跟大家来把这个残害的跟大家说一下。就像这种的牡丹啊，因为看过去很像是一个油画，实际上它是国画。